对吧？啊，你就是露露哥介绍过来相亲的吗？啊，对。啊，那我就直接开门见山了。我这个人呢，不注重车、房、钱什么的，只注重文凭。我是博士，你呢？我初中没毕业。其实我觉得吧，这个文凭也没什么用。没什么用啊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你一会儿回答不上来，你给我10块钱，然后你再问我一个问题，我一会儿回答不上来，我给你50。哎，好，可以。月亮到地球的距离是多少？啊？拿钱吧。38.4万公里啊！你问，上山3只脚，下山4只脚，什么动物啊？到底是什么动物啊？我也不知道。